讲诽谤甚深的经典，那个罪过都很深。那么这一种的人，他会讲哦，他是聪明意志，是超越的哦，凡尘现象。那轻重之罪啊，哦，虚皆啊，这个故常，哦，故常之恶啊，哦，如龟呢常六，哦，如是重罪啊，长夜不回，以不回顾啊，哦，日夜增长，哦，是知比丘手患重罪啊，终不发露，是时手患啊，哦，睡悟之满，是故如来。是是是以啊，见次而次啊，哦，不得一时。哎，所以这边呢，啊，就我就把那个制定戒律的哎那个构成啊，哎，跟众生啊做一个交代。哦，说人这个诽谤正法，诽谤呢甚深的经典，哦，这个罪过呢都很深。哦，那如是这一种人呢，哎，他都会自己说，哦，我是聪。